卡球是国际盛行运动，大埔乡大埔各中小幼儿园拿天班成立一支幼儿卡球队，训练一个月。大埔各中小校长、幼儿园的主任老师、甲教练适合带领着球队前进改观。雪花杯幼儿卡球赛，小朋友认真踢好每一粒球，专注守好球门，挺进了十二强，努力是值得，加喜。我们今天大埔国中小妇幼蓝天班代表我们学校呢来参加第十九届的雪花杯足球比赛。那我们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我们成军大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十个呢勇将呢在这个一个月的密集训练，然后不管是输赢，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有运动家的精神。但是我们这次非常的厉害哦，挺进了十二强哦。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大埔乡的体育会来跟我们做一个赞助，那也谢谢我们庄家方块书的庄董事长给我们做了一个奖金的赞助。那希望我们能够下次呢跟这一次都会有更好的成绩。很高兴这是我们大埔乡体育会哈跟幼儿园一起来参加这个嘉义县的幼儿园雪花杯足球赛哈。那我觉得这个雪花杯足球赛很有意义，我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多多来运动，他也可以哈让他们在这个幼儿园的时间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这次我们体育会也来赞助这次比赛的服装，然后借由这个机会也可以来多鼓励我们小朋友来多多的运动。小朋友初体验参加比赛，最可贵的是学习到运动家的精神。大埔体育会总干事林承贤表示，陪同小朋友来参赛真有意义。体育会赞助比赛的服装，可以借此来鼓励囡仔，让因多多运动，强健身体，让幼儿园不三时都无同款的体验。期盼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练习，为明年的比赛做足准备。谢谢新闻超频道，大埔乡彩虹不得。用海水煮一碗用情意，用雨水泡一个人情意，用露水冲一杯暖情意，甲伊你的弟弟相亲。加优先，你有介意无？你咧？